开合啊，为着防堵校园长病毒疫情发生，嘉义县卫生局针对长病毒重点宣导，家长甲学童拢一定爱注意卫生，落实勤洗手的习惯，会当使用透白的漂白水消毒环境，避免疫情扩散。依据疾病管制署监测资料显示，今年全国长病毒感染并发重症总共九例，其中有一例死亡。八月二十号到二十六号，全国长病毒门急诊、就诊总计12,030人次，该关就诊人数是155人次。目前还有八班级停课当中，卫生局呼吁家长要留意厝内幼童健康的情形，如果出现咽喉痛、脑塞、发烧，也就是脚手出现着红疹、水泡等等症状，就有可能感染长病毒时，请尽速就医。昨天是我们各个学校的一个开学日子，那肠病毒也在这时候也还是非常的一个流行，尤其是国内已经有出现重症，甚至已经有死亡的一个案例了，所以在这边我们也特别在校长会议的时候有特别来做宣导，那也要提醒我们家长一定要注意，小朋友洗手、湿搓、冲盆擦一定不要忘了。那回到家以后，除了先洗手以外，我们的桌上啊或是物品也要定期的一个消毒，那可以用100倍的漂白水来做一个擦拭。那再来就是说，也要特别注意看一下我们的小朋友，如果真的有出现一些感冒症状或者是一些肠胃症状，还是有活动力下降的时候，我们都特别要来做观察，那就不要去上学，那赶快就医。那也要提醒大家多洗手，那注意我们小朋友的一个状况。那尤其是现在也是登革热的一个流行期，所以也请校园要做好我们的一个巡道清刷，那预防我们的登革热，也预防我们的肠病毒。那多洗手，那注意小朋友的情况，来让我们小朋友可以快乐的上学。卫生局长赵文华讲，当儿童出现疑似长病毒症状时，应该立即就医，遵照医师建议，伫咧厝休困，并且甲其他婴幼儿适度的隔离，落实洗手五步骤、湿搓冲捧擦。破病期间，唔通到校园、安亲班，或者是其他人侪的公共场所活动，降低传播病毒的机会。卫生局强调，家长甲其他照顾者爱特别注意病情的变化，如果厝内婴幼儿出现爱困、意识不清楚、活动力无好、手甲脚无力，或者是麻痹、肌肉性抽搐、持续的吐甲喘气真急、心跳加紧等等长病毒的症状，请尽速送到大病院接受治疗，掌握治疗黄金时间。新新闻就来是应该有关采访报道。这家超市就是他的，我们的牛奶凤梨，这次叫做夏之雪，对，卖得非常好。牛奶凤梨特别难照顾，它是一在凤梨里面比较难养成的品种，在嘉义刚好在市中，所以牛奶凤梨变成嘉义非常重要的特有种的产品。台湾的农民很辛苦，我们把最好的水果带到日本来，希望大家喜欢。台湾，台湾嘉义 ，Pineapple， OK， It's good， ありがとう。おいしい、おいしい。まあこういうのを買って、お店のフルーツで出して、まあ山口の人でもね、味わっていただければなと思って。ではこのパイナップルを多く生産している萩県の知事大昌亮さんにお話を伺い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尤其夏天，把它冰一冰以后再吃更好吃。食べやすいです。またパインって繊維があるイメージだったんですけど、全然繊維がなくて美味しい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美味しい、食べてよ。